Hello，北京大学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白宇。在《风起陇西》中，我饰演的是荀彧。首先呢，非常感谢大家的喜爱。理想呢，在任何时代都让人充满热血，做自在的自己，做更好的自己。在这儿呢，也祝大家学业有成，前程似锦。